我这囝吼是七年前啊，八年前，拄啊高中毕业啦。因老母叫伊读，我也是读册啦，叫伊去叫我孙仔去读册啦。啊，我孙仔就无爱，无爱读啦。啊，你要做啥？就讲我要做啊，都歹，我做啊都歹好。来做改装，做改装，唔好做迄落，唔好做迄落修理哦。我这孙仔哦，出来待三年外时间啦。我甲问啦，买一间千几万的，买一间千二万的，一公寓啦，吼、哦，买一只宾鲁 GT3，宾鲁的 GTS 啦，还努比乌赛，家己赛一只破虚的凯美的款，袂记啊，破虚凯美的款，几岁？无三十岁，对吧？买一间厝，买两台车。我这孙仔就做会起来，伊后摆就伊就蛮不得了。你啊看，伊无三十岁就拽桶金啊呢，哪里有恐怖？真恐怖！我甲你讲一概，你注意听啦。后摆吼，后摆台湾这個社会上散的是读大学的。你只要叫我讲一句话，后摆台湾社会上散的是今麦读大学这啦。你相信我，有一技之长的人袂较输啦，真个袂较输。我捌讲过，阮孙仔你捌听过无？就是我这囝，我这囝吼是七年前啊，八年前，拄啊高中毕业啦。因老母叫伊读，我也是读这啦，叫伊去叫阮孙仔去读册啦。啊，阮孙仔就无爱，无爱读啦。可能要学也都歹啦，安尼啦。后尾学教也都歹安尼啦。啊，阮内底有一个大汉查某囝，差一两岁啦，就叫伊去读大学去读啦。安尼，啊，这查甫唔读啦。啊，阮不只也问我，哎呀，姐啊，安尼家己敢有好哈？你安尼唔读册，我唔读册，哪有见我嘛无读册啊？哪有见我敢有好啊？啊，你要做啥？就讲我要做也都歹，我做也都歹好。来做改装，做改装，唔好做迄落，唔好做迄落修理哦。我讲过了，因本来这就是听我讲，就讲 OK 啊。这十波去学话都歹，这十波去找一个头家，去对他三年话要四年，就台出来做头家啊。学三四年嘛，拢会晓，改装都拢会晓，台出来做头家。搞租厝，我做会，我直接在惠中路，我惠中路一间角间店面租来做啊，都歹店，你也改都歹。我这孙仔哦，出来待三年话时间啊，我甲问啊。买一间千几万的，买一间千二万的，一公寓啦，吼、哦！买一只宾鲁 GT3，宾鲁的 GTS 啦，还努比乌赛，家己赛一只破虚的凯美的款，袂记啊，破虚凯美的款，几岁？无三十岁，对吧？买一间厝，买两台车，伊即摆个人去投资要做啥？做中国也都歹，做庄啊，我这孙仔就做会起来，伊后摆就伊就蛮不得了，你啊看，伊无三十岁就拽桶金啊呢。哪里有恐怖？真恐怖！伊迄大汉查某囝，到即摆创啥？食人头路啦！啊，你叫他大汉食人头路了，我要创啥？啊，迄十波迄个囝，无去读大学，即摆敢会输人？袂输啦！你听我说，即摆学一技之长绝对袂输的啦！你得要想想，学一技之长袂输啦！